对于患者朋友关心的中耳胆自由手术，包括普通的中耳炎手术需要多少钱啊？各个地方呢价格不一样。在重庆地区的话呢，我们的收费水平在全国属于中下水平。那么一般来讲哈，如果只是鼓膜穿孔，那么应该费用总费用报销之前的总费用不到1万。而如果是中耳炎需要重建听骨链，需要去除病变的病灶的骨组织啊，或者是重建鼓膜、重建听骨链的情况下呢，费用大概是1万多啊到2万，也就是说很少会超过2万。那么作为患者朋友来讲呢，因为根据你的医保情况，很多人呢是职工医保这一类啊，包括我们的公务员或者参工这类啊，是报销比例非常高，有的会达到80%。那么一般的职工医保就在职职工的医保大概是70%左右，还有一种居民医保大概是50%到60%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大部分的新农合这种参保三甲医院的话呢，它的报销比例大概是30%多。而且这个中耳炎呢，包括中耳胆自由这种手术的话呢，总费用也不算太贵，同时呢，我们也很少使用自费材料，所以自己呢花费呢，应该说，如果说你有医保的话，一般个人掏的钱一般不会超过1万块一只耳朵。当然，对于分泌性中耳炎，好要讲一下分泌性中耳炎的手术费用的话呢。它是分2种情况，如果只是鼓膜采取鼓室置管手术的话呢，那么单侧或双侧耳朵实际上价差不大，大概总费用大概在5000块以内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因为它咽管功能不好而且我们可以不给它做置管手术的话呢，这个费用呢比较贵一点，大概要1万多啊，总费用要1万多啊，报销下来大概要1万左右啊。